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，我们今天请到尤杰恩律师，我们要讲的是装潢纠纷。好，戴茹姐好，那个各位听众们大家好，我们又来了。那其实如果是因为最近的关系嘛，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原物料上涨，师傅又缺工，我相信如果你现在也在装潢的听众朋友们，我觉得这个装潢这个议题你应该会非常的有感。是，我邻居最近在装潢，我就看他装潢的时候，他师傅就是一个礼拜来一天啊，然后就不见了，然后下次见到就下个礼拜了，因为他接了太多的案子了，现在缺工，他现在太多案子没办法分身，所以变成说他这一个案场他只能一个礼拜跟来做一下，免得你说他这个礼拜都看不到你的人。可是有的时候有问题，就是那假设你在装的，你还住在二楼啊，你家在装一楼，你就会被整个攻击。对，本来是两个礼拜，对，后来拖了四五个月，对，你的人生惨不忍睹。那这样怎么办？可以告他吗？其实就是，这变成你要被管委会的里面的规范。嗯，哦，看你规范怎么约定。就是说，其实有的我看过越来越多的那个管委会的他的规约里面，其实它是有限制性，说你这次的装潢期限不能超过多久。因为他其实他会怕你说，整个装潢期做得太长了，会影响到其他住户。住户对，可是这不是业主想的，对不 对, 对？他也没办法控制。可是现在你给我装一半，那些凶尴尬就是逃一根多塞几盘，然后那个妹妹跑了这样。对，然后其实最近的装潢纠纷真的很多。嗯，哦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，他可能交期会有 delay 的问题。对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他是原物料太缺了。啊，叫你加价，对，第一个就加价，不然他就草草就给你收尾了。嗯，哦，因为你逼着他赶快，就是没有达到他的理想或原来的图啦。嗯，哦，那其实变成说最近这个纠纷，哦，真的多到，哦，我有点害怕，多到找律师哦。对，多到找律师来啊。还是其实牵涉的案子也不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些标的其实几百万，然后甚至他已经付了，可能已经付了七八成。对，因为你都到收尾的阶段，然后你都没收了，对，那就变成说剩下的，那些装潢费用可能也就几十万、三十万，就搞到你还要来找律师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接这种案子吗？接这种案子很尴尬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第一个，他标的金额又不大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是他这种，可是他不找你，他也无法解决。对，那这种纷争有时候如果你能谈，当然是最好，嗯，因为你谈不出来，你还要去做鉴定，而且这是民事吧？哎，对，是民事。这民事更问题，民事不是可以打八年吗？那你讲到重点了，就是说，他这个，要懂一点法律的各位同学，你打八年了，我看你怎么活。对，我就说啊，你这个案子因为你金额不大，你要请律师，然后我打这个官司，我一定是，因为他时间一定拖很长，又鉴定又做什么的，那你就都不能动啊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变成说你这样子的话，第一个收费一定不会低嘛，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嘛。嗯，重点是，金额虽然不小，可是至少到底是我这列在公积金行情了。我们节目可以讲钱，节目差不多多少？其实我一般装潢纠纷大概就十万块左右啦。那也还好，可是，一般人如果他的金额只有三十万啊，对，对啊，然后打八年，重点是，虽然金额那么小，可是还是有上诉的，还是有上诉的机会，至少可以上诉到二审，嗯，对不对？可是二审还要再收钱吧？再收一次，对。那我就说你这样你也活吗？哦，所以有时候消费者就会有这样子，客户就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啊。可是我现在不请律师又不行，对，那我请律师要花，因为他找不到人啊。对，因为对方现在就是。可是问题这又是民事，所以我发现装潢这一行，一个灰色空间挺大的。对，那因为一般人也不懂，甚至说你的细节太多了，因为装潢的没干搞太多，你每一个小细节什么太多了，你在打官司的时候，你不把那些细节全部整理，你就比如说你的单据全部丢给法官，法官不会帮你看，嗯，对对，你自己要整理说，这个比如说这个漏水是什么时候怎样都发生的问题，在合约哪一条，是不是包含在这个合约里面。你现在要跟我们说的是律师要整理这些是吗？对，律师要整理这些，这钱很难赚。对，那变成说，如果你不请律师，你要自己去打，变成你自己要整理这些，这个漏水就是个很大问题。那我要不要治理他呢？就法官还没判下来之前，我还不能把他医好啊，就是说你今天，譬如说这个瑕疵的发生了嘛，那你讲重点，如果今天瑕疵这个发生的话、那你要证明这个瑕疵的存在，那如果当初你在打官司的时候，这个瑕疵就已经被治愈了，或者说这个瑕疵已经修了，法官可能认为就没有损害。你看，那
这怎么办？这就很难证明。所以你知道医美那些要被打坏的那个后来他们都不合格、嗯、就是我有朋友就整脸被打成那个两度的烧伤，哇，刚才看起来好可怕、喔、后来拖哎、欸，出庭的时候他好了嘛、嗯、他不可能一直留着那些疤对、啊、就是漏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讲、哦、它是很运气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它、嗯哦啊、没有下雨，那可你可能看不到它有漏水的状况。像前一阵子梅雨季节，嗯，刚好下雨，雨量比较多的时候，哇，前阵漏水纠纷超级多了，他又来找律师，对他们就会来咨询啊，他们会来打电话来问啊，哦、会来咨询。这个金价北河，哦，真的很多哎、欸。我就说，每次到这梅雨季节，我就跟我助理讲，你看这个电话的来询问那个漏水纠纷的一定会变多，因为现在漏水太多了。因为雨量太多，那个漏水的状况就会发生。果不其然，今年因为刚好今年的好像雨季又比较长一点，梅雨季节又拉得比较长一点、嗯，哇，那个电话接不完、欸、很多人问哦，网络的讯息也很多、欸，那问我怎么办？其实漏水纠纷，当然第一个你要去抓漏，你要去理清楚到底漏水的部分是从哪里漏出来的嘛、嗯嗯，你才有办法去跟对方、嗯、或是跟邻居、哦、或是这个是状况的纠纷，你才有办法去跟他划得来吗？因为漏水大家都会怕，对，可其实我知道如果要什么真的用打官司根本不可能、嗯、因为旷日费时，对，而且你要花的钱比修漏水更多，那就要靠邻居的良心。其实我付过好多笔漏水的钱，因为楼下说是我弄的啊，你说是我们家弄的，那、嗯啊、我们就修在你楼上啊、嗯、我也不能说是原来的建商弄的 啊、嗯、所以其实后来我都赔啦，就是只要那笔钱不要过度扯，嗯，开个几万块我都赔，嘿，嗯嗯嗯。所以其实我这要看大家的自由行政，自由行政这个不需要搞到那儿去。对，那其实等于说漏水不，因为大家对漏水哦，它会有一个恐惧，就是说我今天漏水了，那这个漏水如果没有把它封起来，它是会扩大的，因为水就是会找地方的，对呀、啊。就是会找地方 去出来嘛，不能一直搁着、嗯、对，不能搁着，人家不陪你你也要弄对啊，所以怎么样去处理漏水、嗯哦、其实很简单啊，我坦白讲、哦、你在任何发生事情的开始有征兆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要赶快去跟你的邻居、嗯、或是跟你的球场方就去讲这个问题、嗯、你不要等到整个事态、哦、买卖房问题你问我答，吴淡如的买房心法都在好房网 TikTok 频道，快分享给想买房的朋友一起关注起来。漏水到很严重很严重的部分你才去处理，是你看那些蛛丝马迹的时候你就赶快去处理了、嗯、因为那时候事态还小、嗯哦、大家要处理这个金额可能 不能等待法律帮忙处理对对，所以你要可以取管委会主委，其实这时候应该比律师好用啦，就是当第一次漏水你就赶快去处理了、嗯、你不要觉得是小漏水你就不处理，就放在那边等到变大漏水你才去跟人家吵来吵去、哦、那个其实怎么讲，我认为那个你后来花的钱、哦、绝对会比你得到的还要多、啊、对，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用法律、哦嗯、能解决的、哦、拜托你回到现实人生小问题解决。那么谈到了装潢、哦、其实我后来发现什么请朋友装潢会加最佳的钱最多啦朋友对不对，我这是我看见的事实，然后后来朋友也变成不是朋友了我昨天 才接到我一个朋友传 LINE 给我、哦、我跟那个朋友刚好是室内设计师、嗯、他就传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那个翻脸、嗯嗯、两个翻脸然后吵架的那个 LINE 到底怎么翻脸，那设计师表示他一定觉得他有道理啊。对，那就是一个管线有没有包起来，就是一个管线有没有包起来的问题、嗯、那设计师认为是当初建商没有包起来、嗯、是建商的范围，不是我装潢公司的范围、嗯、那个我那个屋主那个朋友他认为这个是你装潢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对呀、啊，你竟然没有善尽设计师的责任，甚至说他好像还有一个瓦斯管线也没有包好的问题，哎呦，有出事吗？还好没出事啊，但是、哦、没出事，就是去谴责他说你要帮我把那个负责好。对，那当然一般人会认为会认知说啊，瓦斯管线是多么危险的一个管线，那、嗯啊、你装潢公司怎么没有帮我包好？嗯，哦，啊、那个设计师就会觉得室内设计就说这个不在我当初装潢的范围里面。嗯，他本来在那里，哦、我没有打到那儿去。对，他本来就是，嗯，建商交给你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没有包好的管线。嗯，哦，那
我们设计的合约里面又没有针对这个这一块来施作、嗯，所以他就认为他没有义务去包这个管线。嗯，哦，那你看这个时候问题就产生了。说真的，他也不是个太细心的人，否则他应该也要把它包起来。所以你要提醒他说，到底你要包，嗯，哦，所以当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，变成说你在装潢的合约里面，其实你写越细是越好的。就算是朋友也要把合约写清楚，对吧？对，装潢的部分，任何事做的部分，其实你要写的越细越好。嗯，哦，甚至说，哦，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，哦，就会有一个说法啦，啊，我工作忙嘛，嗯，没有办法去监工，嗯，我就这种的啊，我都是等他盖好才去当前方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到现场之后，你才会发觉说，做完之后你才发觉说，哎，怎么跟我当初的想象，嗯，或是当初我们谈的那个内容不一样。那可是这个纠纷就起来了，对，好，那写清楚了，但是付钱的阶段怎么样付呢？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是钱已经付一半了，我已经付七成了，结果后来没收尾耶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啦，我们常讲的，你付钱阶段，你分越多阶段是越好，分析一点也是越好的，哦，等于说你的工程款你把它拉越多期，嗯，哦，这样变成说我做到哪里我付到哪里，嗯，哦，这样其实是对你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啦，嗯，哦，甚至你在合约里面你也可以保留通常是 10% 20% 的验收款，啊哦嗯，等于说你验收过了保固款，欸，到期之后保固款验收款我才会把剩下的尾款付给你啦，嗯哦，这样是对自己有比较有保障的一个约定的方式啦，嗯啊，当然你能提供什么担保那是最好的啦，不过现在讲比较少啦，哦，欸，很多我甚至还要求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房子是豪宅，嗯，哦，他合约给我看，嗯，我那个当事人就跟我说，欸，我可不可以请求那个装潢公司啊，嗯，哦，提供个担保来担保说他装潢是没有问题的，啊，因为他怕他装潢有问题，他损失当然，因为他说他的家具都很高档，哦，啊，里面谁要帮你弄啊？可是他那个装潢费真的很高啦，嗯，他真的花了，结果呢？几千的。当然还是不肯啊，对啊，多可怜，多可怜，啊，就法律不是你想象的嘛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还要怎么样？你说要提供建筑的样板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其实我是觉得，如果有建筑的样板讲好了、选好了，要就是要黄牛是比较就很困难啊。对，欸，对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好像我以前的做法，常常就是。啊，你选啊，你选，哦，好，那问题就会出来。对，嗯，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其实装潢公司的哈，那设计公司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一块，嗯，所以他们现在在选很多的材质的时候，嗯，他一定要业主哦他自己来选，嗯，他不要再帮业主选。对，对，对，所以这也提醒说，如果你本身是做装潢的，其实你真的不要再替业主决定任何的事情。有什么事情他再忙就赶快去拉着他，赶快去做决定，不然就是你在合约里面你要写清楚这一块，哦，如果你不做决定，我帮你决定的话，你是不能再针对材质这个决定来做任何的争执。而且从现实面来说，假设说一家装潢公司好做到还没有收工，翻脸了，已经 delay 了，跑人了，你去告他，你再把他抓回来，叫他好好完美的给你完工，不可能吧？他就是这跟情侣分手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对。所以，哎，但这部分你可以去求偿，就是说，嗯，因为我要收尾嘛，啊，我又没这个能力，嗯，我势必一定是找其他厂商来收尾嘛，嗯，那来接手的厂商他一定会开比较高的价钱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你一次额外付出的钱，你愿意帮你收烂摊的也不多了，也不多，嗯，哦。那当然你额外付出的费用，当然是可以跟原本的装潢公司，你可以告他违约的赔偿，这个是 OK 的。嗯，可是就像我们又回到，因为既然是商学院嘛，再商言商，你看你如果这样去告他，他可能多20万，嗯，那一样。还是付那个律师费还是不划算，啊，这就跟有朋友要离婚，我都说你大家可不可以要好好聊一聊，因为到最后这个一直上诉啊，搞了半天啊，很多钱还不是都给律师的。我讲好像其他律师同道可能会除非你家钱很多，真的没关系，如果真的钱不多，哎，大家把那个啊都已经决定分手了，大家就对不对？有些东西让一点嘛，所以我们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现在做这一行，其实我在倡导的一些我的当事人或是我的朋友，我就说，
其实你不要事后才找律师的，对，你很多时候你在做什么事情，其实你可以问一下律师，是就是我们讲的预防胜于治疗。你们可不可以在网络推一个，就是说比如说一般律师一般公司雇用法律顾问就要付很多钱嘛，应该可以这样叫包揽诉讼嘛，律师可以对不对，你就有一个公司就是说好你可以付年金或者是付多少钱，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去找法服，对对不 对, 对，然后你搭变成我这个家庭的推一个家庭法律顾问，这样有没有可能、欸、其实现在网络上也已经蛮多的，有了吗、欸、其实蛮多、哦、就是大家希望说法律是大家可以更生活化一点、对呀、啊，不要觉得好像法律很遥远，假设一年、哦、不要超过太多钱，但是什么都可以咨询、我认为比较人手冲突的法律事务所应该做得到，而且大部分也并没有没事，不是因为请了律师就要打官司，他只是希望有保障，还有很多小商店啊，对不对，他也希望他是有税可以报掉，可是他没有钱像那大公司一样请一个威武的法律顾问，是是，但是其实戴茹姐 我坦白讲、哦、现在很多的法律顾问你网络上搜，其实你也常收到免费法律咨询、其实现在咨询的部分、哦、其实费用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这么高了哦，因为现在律师也多啦，是哦。那大家为了一些讲的真诚恳、欸，我讲的很诚恳，我在讲实话，不是在诋毁。就说你去找直接找律师啦，也不一定要，因为你去法服什么也要很辛苦的排队啊什么的、啊，对吧、就是说现在的费用其实已经不像以往的真的这么高，哦，但是民众使用法律顾问的这个意识其实还不够。还不够成熟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要推家庭法律顾问、有没有，有、就是其实前阵的律师开放也是有这样的意味在、他希望说把法律更普及化，不要好像变成律师哎、对，几个大律师那、请一次就要花几万块咨询费，对不对，大家会觉得很遥远，而且现在可以网络跟你们咨询就好了啊，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、你这样办一个那个啦，这样没有法律问题，对不对、免得一个平台我们不要广告其实是可以的、现在律师还不能广告，还是不天哪，因为你知道老师都开放了吗、老师都可以斜杠了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以前老师只要有赚别多的钱、有没有就会被罚，可是我知道前不久已经开放了、现在对老师的，现在老师可以上节目了，现在教授也都当独董嘛，是不是，现在可以咯，可以当独立董事，结果律师和医师还受到这么大约束，还是有这个约束在、好的，你给他开一个这种家庭法律平台啦、对啊，我们再来帮你公格好，谢谢游杰彦律师，反正很多事情、小心为妙啦，等你要告、又这划不来又来不及，对、我们要减少法院的工作量，可能法院听到我这个会很感谢我好，谢谢谢谢。